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a 平方等于5了，那么这个等于多少？好，我把这两项呢给它合并，合并以后就是 a 平方哈 ，a 平方乘一嘛，那我把这个 a 平方带掉，所以呢这个就是5嘛，5减1啊，啊这5减 a 加1，啊这5加 a 减1啊。啊，这是4嘛，乘以多少？这个加起来就是，6，我这是6啊，6减 a 嘛，啊，后面这个呢，这我写错，这是加，6 5加 1， 这也是6嘛，6加 a，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6的平方哈，减 a 的平方，所以这是4乘以多少？6636减 a 平方， a 平方是5嘛，所以是4乘以31啊，所以是41的4嘛，4 32 124。